好大只的虾子，不过这还算中的。上，往上。等等哦，是大只的旁边还有一只小只，应该都算中只哦。看清楚了，算不是很清楚。反正他这些可怕的金鱼真吃掉一些虾虾了，好恐怖呀！看有没有其他的虾子，记得刚才抓回来蛮多只的，嗯，啊，应该是说买回来。不要害羞，哼，等一下。